知道现在这时刻就是你当初追我你想要的，而现在这是我想要的。可是我必须坦白地告诉你，我们不可以在一起，因为在一起应该只有两个人，四个人真的太多了。这种恋爱谈起来一点都不痛快。客环，我承认我喜欢你，真的蛮喜欢你的。你有时候粗鲁，有时候温柔，有时候又彬彬有礼。或许你就是这么让人捉摸不定，才让我对你从好奇变成喜欢，喜欢到毁掉自己原本的感情。我不是抱怨，我也没有后悔，我只是想，我被自己绑手绑脚了一辈子，我想改变，我想要痛快的过日子。你怎么会来？你怎么会来？